有法的智慧，了得法的智慧，就是佛所说的众生从凡夫地达到成佛一切的方法。经书就告诉我们都是方法，这善巧方便，这才能够成就你无漏功德，圆满的菩提果位。皮肉之肉，唯有少发而能烂坏，坏烂。这肉法是无形无相的，无言语，无形象，没有什么，那怎么坏啊？怎么乱呢？假使说对真如法能有少分的觉悟，少分觉悟就明白一点儿，不是多分的，用这个来善根回向，那就令于众生呢开悟一切诸法，完了让他心呐、心量的广大，遍诸法界，遍诸法界比是达到真如，从初步的觉悟到深入的觉悟就能普遍进入了。譬如真如，过去非时，未来非末。过去啊没有头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未来没有了，没落了，没有也没有没落，无始终，无内外，无大小，无方圆，一切皆无。未来为终，什么时候终呢？没有，是吧？菩提的心愿，清净的，永远脱离生死，永离生死，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脱离生死。非大小，非方圆，无始终，无内外，这就是真如。譬如真如，以三世中无分别。善根回向呢，已复如是。现在的念念，心藏的觉悟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三世即皆清净。对三世无分别，就达到清净了。凡有分别，凡有计较，都不是清净的。那要明是非啊，要知道过去啊、现在、未来啊，这是一个计较心，不是真如，达不得真如。譬如真如，成就于诸佛菩萨善根回向，以复如是，发起一些大愿方便。大愿方便就是两个回向啊，咱第七个是方便回向，现在讲的是第八个大愿回向。成就什么呢？成就佛的广大智慧。譬如真如究竟清净，不一切烦恼聚，真如跟烦恼决定不会在一起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真如烦恼之本，迷了真如了就叫烦恼，明白真如了那就不烦恼了，烦恼就断绝了。真如本来不跟烦恼聚，但是烦恼是因为真如随缘起的。咱住大乘起心论的时候，一念不绝生三系，最初开始一念不绝就要分别，一起分别心就不绝了，生三系相，业相、转相、现相。好，这一来就糟糕了，再加上外缘，外头有警戒啊，攀缘了，警戒为缘长六出，压警戒给你做缘呢，越演越出，叫自相、相续相、知取相、记名字相、起业受苦，造业，造业就是受苦。起业相、业系苦，一造业呀，又跑不脱了，把你系住了，叫业系苦。这就是烦恼聚，
这肉从来不与烦恼绝。但是你回归断的时候，先别造业，别造业了，业清了，祸也就清了。不造业了，就把业断了；不起祸了，把祸断了。没有业祸了，就不知取、不嫉妒了。自取相相续，自取相即名字相，都不嫉妒了。知道了，这些全是入梦幻泡影、假法。这是还归的了，是咱们在起心论上讲得很清楚，大家可以把它拿来用。佛子菩萨摩诃萨入世回向时，这下头不解释了啊，就重复前头的，得一切刹平等，普严禁一切世界故，得一切众生平等，普为转无奈法轮故，得一切菩萨平等，普诸上一切自愿故，得一切佛平等，观察诸佛体悟而故，得一切法平等，普自诸法性无异故。一切世间平等，以方便自善了一切语言道故，得一切菩萨行平等，随种种善根尽回向故，得一切时平等，勤修佛事与一切时无断绝故，得业果平等，与四处世间所有善根皆无眼作显究竟故，得一切佛自在神通平等，随顺世间现佛事故。佛子啊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第八真如回向，就终结了，一共有189半，九行半。现在咱们讲这个，这个星期讲的，一共有189半，回向骗世间和除世间一切法，言也好，境也好。普遍的回向，为什么要做呢？因为回向就是方便，它能升起无作的真如，无作的真如里头含着大智大悲陀罗尼门，这里能显出来大神通力，令真如的无助的大自在的作用长寂而不动。真如不动而缘起，众生的缘起随众生缘而利益众生，菩萨才以此行菩萨道。依着这个无依无作无相的真如，净除烦恼障，净除所知障，二障捐除，三障融离，祸业报，或者说祸业苦吧，这三障。但是这些个都靠你先发大愿力而发生的，咱们是回向。原来呢，用你回向愿而产生的，这是圆满法界的修行的法门。这圆教义，借着这个回向，回向升起的这一段的教，回向的教义，菩萨摩诃萨住持回向。正得无量清净法门，能闻如来大势之吼，自在无畏，以善方便教化成就无量菩萨，与切时未曾修习，这前头都讲过了呢，他是总结一下，得发无量圆满之身，一身充满一切世界，得发无量圆满音声，一言开悟一切众生，
得佛无量圆满的力量，一毛孔普能容纳一些果度，得佛无量圆满神圣，执着众生于一尘中，以尘中一个微尘，以佛的神力观无量佛刹，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得佛无量圆满解脱，一切众生实现一些诸佛境界，成等正觉。得佛无量圆满三昧，以三昧中普能实现一切的三昧，一即一切。得佛无量圆满辩才，说一句法，情未来际而不可尽。如来一言演说法呀，众生随类而得解，而且这一句法穷未来际还没有演完，吸收一切众生的一化，得佛无量满满众生具佛实力，尽众生界四成正觉。佛子啊，所谓菩萨摩诃萨，一切善根顺中如相而回向，这叫第八愿回向，大愿的回向。尔时金刚床菩萨成佛的威力，观普观十方而说颂言，这个这一会啊，回向会啊，是以金刚床菩萨为首的了，大众都闻完法了，金刚床菩萨做个总结，这就是总结，就前头所说过的用寄送题材再重复一下子。菩萨自要常难住，正念坚固离死惑，其心善远恒清凉，节节无边功德行，菩萨谦顺无违逆，所有自愿悉清净，以得智慧大光明，普能照料一切业。菩萨思维业广大，种种差别甚稀有，决意修行无退转，以此摇移走群生，诸业差别无量种，普加菩萨一切勤修习，随顺众生不违意，不令仙境生欢喜，以生调御人尊地，离住热闹心无奈，于法于义惜善子，为了群生转亲心。菩萨所修诸善行无量无数种种别，于彼一切分别之，为利群生故回向，以妙智慧恒观察究竟广大真实理，断住有处悉无余，如彼真如善回向，譬如真如骗一切，如是普摄诸世间，菩萨以此心回向，悉令众生无所着。菩萨愿力骗一切，譬如真如无不在，要见不见念息中，系功德而回向，夜中随住昼一住，半月一月一随住，要年要节悉住中，真如入世行已言。所有三世及刹陀一切众生与诸法，悉住其中无所住，住即无住，无所住而住，就是住即无住啊。以如是行而回向，譬如真如本自性，菩萨如是发大心，真如无在无不在。真如呢，在一切法，不能执着，也不在一切法。在，那就成常了，真如住一切法了。无不在，真如要离一切法了，说无不在无在，无在无不在。如是相而回向，譬如真如本自性，其中未曾有一法，不得自性而是真相。以如是业而回向，不入真如相业一耳，入真如性业一耳，入真如性业一耳，入真如性本真实，业已入世同真如，譬如真如无边际，业已入世无有边，
而与其中无数方，是故此业得清净。如是从佛真佛子，资源坚固不动摇，以其自力善通达，用以祝福方便藏。觉悟法王真实法，与众无着与无法，如是自在心无奈，未曾见有一法起。如来法身无作业，一切世间入彼相。说诸法相皆无相，直入是相是之法。一切诸法相即无相，这个才知道法性了，这才知道真如了。菩萨住世不思议啊，与众思议不可尽。如此不可思议处，是与非是皆寂灭。如是思维诸法性，了达一切业性业差别，所有我执皆除灭。诸有一切功德无能动，菩萨一切业果报，习外无尽自所应。如是无尽自行尽，是故无尽方便灭。菩萨观心不在外，以夫不得在于内。说心呢，不在内也不在外，一处不在，而无一处不在。直接心性无所有，佛法皆离容俱灭。彼诸佛子如是则一切法性常空寂，唯有一法能照作，同与诸佛物无能。了知一切诸世间须有真如性相等，见是不可思议相，是在能知无相法。要知道一切相是无相，这是不思议法，这样的你才能达到无相法。要能住持甚深法，常乐修行行菩提，唯愿利落住群生，大肆庄严无退转，是在超过于世间，不起生死妄分别，了达其心如幻化，勤修助性度群生，直到众生的心呢是幻化的，那菩萨不会舍弃众生，还要度他。为什么？众生自己幻化不了。菩萨正念观世间一切皆从业缘得，唯有救度修助行，菩萨三际无余者，了知众生种种业是想行所分别，于此观察悉明了，而不坏于诸法相，智者了知诸佛法，已如是行而回向，乃每一次众生上令与十法正思维，令与十法正思维，对于真如法呀有真正的思维。前头所讲的这个颂啊，总结的是再一回向，真如性回向。先解释完了，金光闯菩萨重复一下做个总结。总结含义呢，说这个愿回向已经完满了，回向完成了，他就做这么总结。前头所说的做的法啊，这是总结为什么要用大愿回向，这个就说的回向的道理，就是从诵，叫从诵。从诵啊，前面都说了啊，再把它总结一下，是重说一遍。今天讲到这里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。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
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药师法会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，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，12到13日，恭送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，14日礼拜药师宝忏。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-831-1673，03-831-167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恶行成10亿倍。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30系列超度法会，护生暨蒙山施食，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11月19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高雄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。07-221-232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护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请问心与心性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：心是形成的思想，心性是离于思考与作意。当你体验到此一本质就是你的相续时，便中断自心的意念活动，并任其如是而为，无作意，且如它的本然状态。这个离于任何作意、极静且鲜活觉醒的状态，是自然清净自心的要诀。请问片机与片机式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：在片机中，片指的是来来去去形成概念的念头，机是与法身相合的基本了知，因此是储藏善恶习气的容器。片机式
是从片机激起并升起为念头的心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觉受时，让你无作意的本然状态，你真实根本的自信，不受思维干扰，平静地保持着无念与鲜活的觉醒。认知此为片机与事两者的本然状态，也是事物的自信，因此这是自然融入法身的要诀。请问心与心事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：心是思维的基础，心事是所有可能发生的念头活动，是促使心活动的风息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，不要被挑起情绪的风息所煽动，而是让心保持无念，不由任何体性所构成，就有如酥油灯中不为风动的火焰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